终于肯出现了。我妈妈，我妈妈走了，我妈妈不会回来了，她再也不会回来了。饭堂，我答应钟妈妈要好好照顾你，等我回来，等我。我是纪文凯，有人说如果你喜欢一个人，哎，同学。钟玉堂人呢？他不是应该在这边吗？在呀。你找他干嘛？看嘛，跟他交朋友不行吗？干你屁事啊！我警告你，不要骚扰他。很像嘛，口气不小哦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下哦！还推啊？还推啊？啊！纪文凯，拿着什么？你还在这里鬼混什么？哦，你不要拖累我，怕被老师骂，赶快去啦！快走啦！来，老师也叫我去脑叔报道一下。钟云上，这个纪文凯不等我一下子。该清醒这样收场。我警告过你们，不要骚扰他。这么久的事，有些事情过去了就让它过去，不如把这些回忆停留在当时的时间里。萍姐，谢谢你来听我们的简报。太客气了，你们的简报做得很精彩，我很期待新包装的美美，你要加油。谢谢萍姐的鼓励，我到时候再寄产品给萍姐试用，我相信您一定会喜欢全新的美美。你果然是可以让人信任、有想法又有眼光的女孩，难怪她会这么的欣赏你。你应该好好谢谢自己，还有某人一直对你有信心。萍姐说的她，跟您之前说的某人是同一个人吗？没错，是同一个人。你该不会还不知道他是谁吧？我……他这个人啊，嘴巴坏坏，口是心非，表里不一，最爱扮黑脸，实际上却是很关心，紧张得不得了。
你在开玩笑，周亮，周亮，快啊！告诉你，这种事情不能发生第二次，否则会让你的后人认识我。快啦，快！周亮，周亮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是脑袋有洞吧？你刚刚是在卖山卖产品啊？100万元买一碗冰的罪孽，好好吃啊！ 不要浪费，谢谢你帮我们家还债。我是拿来盖我的私人 SPA 会馆的。以后我就用这个来抵债，等你收集500片之后呢，恭喜你就毕业了。没事，没事。 对，就是你现在心里想的这个人。凯凯啊，他看人一向很准，而且你还是他第一个会夸奖的人呢。他夸奖我？他可不是会随便称赞别人的哦。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我跟他都很期待你的表现。